周五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排练。整个宇宙，换一个通道。
点和送给你。
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，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，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
你在我
曲，是舒伯特非常有名的作品。好，请欣赏。Thank you.
이렇게 이렇게 하면서 이렇게 이렇게 있어요. 가르. 心里所有的思念。
院独唱演员，他演唱的是牧歌钢琴伴奏范旭新，小提琴独奏钟气瑜，有请。
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：敬而无师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以仲弓为首的弟子们将这一句句子曰编纂成书，便有了《论语》，代代相传，诲人不倦。